这个 Kyoto Sensor 看一下，对，Kyoto Sensor 是倾斜的感测器，OK，一开始是这个灯是不亮，动一下倾斜感测器，通过来，然后它倾斜再回来，灯就亮。对，我动第二次，过来，再回来，灯就更亮。过来，再回来，灯就关掉。OK，这三个步骤，次亮，一次亮，最亮，关灯。用这个倾斜感测器来控制这个 LED 的这个明媚。那这个 LED 有三种状态：关、次亮、最亮。OK，大概就这样。